大家吉祥，欢迎各位线上的法师、佛光会会员以及朋友们，今天聚集在2021北美云来集讲坛。我是来自波士顿协会的黄国良，是这一场讲座的司仪。感谢这一次的因缘，为各位佛光人礼请到了佛光山退居和尚、泰国泰华寺住持心定和尚，为我们主讲佛光山开山故事。和尚荣获泰国摩诃猪拉隆功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曾担任佛光山寺住持、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总会长，现任佛光山泰华寺住持。佛光山本是一座荒山，在短短的数十年中，能够创建成为台湾地区第一座十方丛林。其中，论建筑的气派，庙宇的宽广，佛像的雕塑、庭院的规划、殿阁的布置等等，皆与众不同，独树一格。大师以睿智和愿力，开创了今日的佛光山，进而把人间佛教的真、善、美传遍了五大洲。究竟佛光山是如何成为今日信徒遍及全世界的菩萨道场呢？现在就让我们恭请心定和尚为我们宣讲佛光山开山的故事。恭请定和尚。各位长老，各位师兄，各位佛光人，大家吉祥。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讲早期的佛光山。早期的佛光山，很多人都没有这个概念。我很有福气，在1967年5月16号呢，就是到佛光山呢参加佛光山的动土典礼。那个时候，坛场呢应该就是设在潮汕会馆那个位置，搭个帐篷啊。我因为还在当兵期间，完全对佛教没有一个概念，就是跟着跑，跟着走。那么这大众呢，就跟着师父上人呢，往当时的宝桥那边方向走。那时候呢，当然也没有丛林学院，没有什么东方佛教学院了，就是铲平的一片地，所以大家就到了那个位置，应该就是要师父上人要最早的在那边建的这个东方佛教学院，后来就是叫做崇明大学院了所以我就跟着在那边，有一个概念，一片呢，这个泥巴土的，这是第一次呢，到了这个佛光山参加动土典礼。那个时候，可以说很多很多的竹子是有刺的，昙花的气垫，刺竹。虽然那个地名叫做麻竹园，山下的整个叫做麻竹园，其实真正的麻竹，也很少，多半都是有刺的竹子气垫。就是万寿堂、万寿园，那个山坡那边呢，一大片都是，包括呢大佛城，大佛城现在的大佛城的底座左手边那一丛竹子呢，也可以说是50多年前原始的，还有保留的原始的，应该就是从丛林学院呢
往相关田，到了那边西来泉啊，右手边那一些竹子都还是保留的原始的竹子，嗯，而整个湖光山呢，那时候啊，有一些凤梨，还有荔枝呢，像大雄宝殿广场那边的荔枝，都还是刚好啊，在大棵的这个荔枝树啊，它接枝啊，在一个枝干，这个放了泥土，用塑胶布两头拔起来，等那里面生根了以后，啊，才把它呢锯下来，然后呢，这个种在地上。所以当时的大雄宝殿的荔枝呢，还是属于那么小小的。另外就是，西晋到晋端，就是要现在的宝桥改建的那个位置啊，通到大悲殿那个地方呢，有一个芒果树。大雄宝殿那个位置呢，都是这个木薯啊，木薯就是桃花叫秋菊啊，啊秋菊。那地面上呢，就是一些小石头，所以寿山国学院的学长们呢，到周末啊，有时候就来那边呢捡捡石头了，啊，那后山一大片，都是一些凤梨。另外呢，大慈庵的右手边那边的荔枝树啊，就是比较大一点的，那是姓杨的他们家族的这个荔枝园啊。而当时呢，没有任何建筑物，那要通往大雄宝殿，就麻竹园前面的通往大雄宝殿的那条啊，可以叫做羊肠小道啊，就是那边呢种芒果的，种凤梨的，种一些农作物的，要上去采的，挑下的，用扁担箩筐挑着，可以走的，根本呢没有现在的那个车辆可以跑，啊，所以春节还有张灯结彩，挂得那么漂亮。当时真的是一个人挑着担子可以走的羊肠小道而已，啊，在那个地方呢，也还没有净土洞窟，更没有陈列馆了，就是一片这个竹子。而灵山圣境啊，不二门呢，后面就是灵山圣境。那时候也还没做不二门，所以就是觉华园果洛斋前面那一块平地啊，就我的斜坡都是泥巴土啊，斜坡那上面呢就是一片平地，一片平地呢在斜坡上去才是现在的潮汕论馆。所以早期啊，不二门灵山圣境还没有建，我们呢就是跟他在那个地方呢打篮球的，客难的那个球架子，篮球架子，去那边呢就打篮球。只是后来因为呢，湖光山发展慢慢的，几年过后啊，这建筑好了，
那么不二法门呢？不二门灵山圣境这个大门呢？啊，建起以后人多，所以就找了一个比较偏僻的，没有一般游客信徒到的地方，我们就是叫做篮球场。现在大家说篮球场，就知道呢，法坛后面，大觉寺的后面那一块啊，当时也是一片平地。那么大觉寺呢，那个地方除了已经建好大海之水啊，那整片都是相思树。相思树现在还有不少，几棵相思树在那边。那个时期呢，当时是骆居士，骆驼的骆，骆居士，他在那边慢慢去，慢慢去的，还有我们菊花园往山下。那个地方呢，道路啊还是很陡的，也还没有完成做这个叫做观音放生处都没有，所以就那个警卫室，山门的警卫室往上来，那个地啊，斜坡很陡。你们就看一看呢，湖光呢，这个纪念碑，就是山门口的那个弥勒佛，弥勒佛再上去就是开山的纪念碑啊。那个斜坡那个砌砖块、砌墙的挡土墙，砌墙那个高度。那个高度呢，你们想象它的高度假如用斜坡下来到了放生池后面的河流，你看有多高呢。所以警卫室到现在的头山门呢，书上面写佛光山，那个位置是很陡很陡，那已经呢慢慢削平。削平了三次到四次，才有现在的这个面貌。原本真的很陡，当时53年前、54年前，都叫做铁牛车，剃无啊，铁牛车，带着一些土的，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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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往上爬，还记得。那个大雄宝殿的东禅楼的那个走廊啊，做好了。那么麻竹园那个还没建嘛，可是呢是深沟啊，深沟到了这个传灯楼左手边那个宝塔，这个地方都是深坑的。所以我呢，在一面在那监工建大雄宝殿的时候，一面在天图呢，那种就是拼装的卡车，也没有很够力，所以从宁河那方向呢，带着土呢，往山门这样爬上来。因为陡嘛，他也不能说带很多，你带了很多的蹦蹦蹦蹦蹦，有时候还这个就抛锚，就很麻烦的。那就这样子呢，到了麻竹园的当时的那个山谷嘛的道途，好惨不惨，就有一次师父站在东禅。东禅楼的那个上面呢，往下看，看那个一个卡车的图，
装的不满，所以就大声的喝，那也算是一车了，那个多少土啊，我现在没办法，因为头三门，警卫室往上的那个，那当时的地也是很陡的，那么最早我是在1968年农历正月初九，到了寿山寺请求师父收留，所以呢正月初九呢就是供我在天圆满，那么接着就跟大师兄平和善去那个田尾彰化田尾去妙母法师的阿公啊爷爷家里，叫做改良这个园艺，去那边呢选择湖光山以后要种的哪些树，种的哪些花啊，在那边应该是在那边也住了一个晚上。总之真正回到湖光山上呢是正月十一号，我就是那时候呢就住在山下的茅屋，山下的茅屋呢就等于现在的满香园，满香园呢一片通通是种那个凤梨的，而往大海之水向下看过马路那一边呢就是搭了一个茅草屋，当时我就住在那茅草屋，没有水没有电的，那么跟平和善在华严堂那边呢做完了晚课，就摸黑到那边，早上呢4点左右摸黑爬上来到华严堂参加做早课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在那边住，那时候如果去寿山寺办事，山下呢还有糖厂的一个车厢的那个小火车，好像一个两级的样子，都是小火车了。小火车呢坐到九曲塘，坐到九曲塘才坐台铁的到了高雄，到了高雄呢才换车到了寿山寺去办办事情。那时候呢寿山寺有一部中型的巴士，是韩昭全当司机吧，还有一位也是临时的，是骨科的，偶尔也会帮忙开车，但大部分都是韩司机开的。星期天呢，社长和学院的学生放假就开上来车，整个湖光山呢，那时候因为有整地，所以大佛城那边也是一些平地，南庄学院学部那边也是平地，但是呢都还没有修成这个柏油路包括呢麻醉前面那边也还是没有。那后来就是慢慢的依照中油公司的谢润德所设计的一个图啊，谢润德先生呢是专门的替中国石油公司画加油站
加油站的那个徒步的，我不知道是师父跟他有缘分，就请他按照这个佛光山的地形，啊，东山，啊，中间的西山，啊，看起来是五个山岭，啊，那么就这样子按照这个山势，所以我刚才说洒净洒到东方佛教学院那个位置，啊，就画了个学院，然后那个大悲殿，那么中间呢在座山，啊，这个朝山会馆，后面的大雄宝殿，那东山呢有这南众学部和一尊大佛，啊，当时大约就是这样子。我想呢，不止我不敢想象，我猜呢，连师父上人都没有想到，53年、54年以后，发展到整个佛光山，啊，到这个佛陀纪念馆，啊，那时候呢，佛陀纪念馆那个地啊，是擎天神呢，我们叫火药库，是在那边制造火药的，啊，所以我们住在那边，偶尔他们不晓得在试验或者什么，啊，就砰一大声，就好像炸药炸开了一样的，偶尔就会听到这样子，啊。那因为那个地方后山呢，几乎都没有去过，啊，都没有去过后山，所以早期的这佛光山呢，整个样貌，啊，就是这样子。应该呢，最早的，55年前，谢润德先生画的图。好像在哪个资料还可以看到的，蛮漂亮的建筑的，哦，这是早期佛光山地形的模样。至于说呢，山下的那个马路也没有那么宽广啊，啊，但是后来呢，把这个唐城的小铁路啊，这样子挖掉，变成外环道路。就变成20米宽这个道路，这已经是开山，我帮他开山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所以说，我对早期佛光山的啊这个地形这个概念呢，还有这些呢，今天就先讲这一部分呢。给大家来参考一下，晚期的几乎没有这种概念，啊，等一下再另外再跟大家讲解一下。佛光山真的原本就是一片呢，啊，荒山一样的，就是竹子、凤梨，一些相思树，哦，木薯等等。那么在开山星云大师的睿智和愿力啊之下，开创了今日整体的这个佛光山，包括佛陀纪念馆里面的庄严啊雄伟。可以说是台湾呢最大的一个佛教的道场，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教团了。当初最先呢所兴建的就是华严堂，华严堂呢楼下就是地面来讲是。都是堆着一些
国家文物流通处的书籍，那时候都是慧龙法师整个负责打包邮寄等等。那么他的北边就是有一个厕所浴室啊，那华严堂呢地面呢后面呢就是厨房了。厨房呢那楼上就是制度堂，早期的沙弥都是住在那个地方。那另外呢延伸过去后面呢还有简师姐他们的一家人这个简先生还有两个简国峰那些孩子当时地都不够斜坡，所以那个地方呢我也在那边呢挖土啊挑土啊淮南的楼上呢就是作为湖塘我们当时在那边呢做早课做晚课都是由大师兄洪乐善带领。那慢慢的就是在建设东方佛教学院。我在1968年正月初九到了寿山寺成功师父的慈悲把我收容收留下来。正月11年就住到湖光山。那时候我们的东方佛教学院新建第一层楼建完成。第二层就是等于说学生呢疗房那个屋顶上呢也已经建完成。但是呢还在砌砖块。所以我那时候呢就负责在地面上早期砌砖块都要先把砖块浇水。浇水这样子呢跟水泥土呢才粘着得上。所以我就在当初呢就负责浇这个砖块的水。由于地面呢地形呢是不够的。我们假如说呢香云堂那边的教室到后面进房洗手间空间是很够的。但是在这个就是观照堂这边观照堂这边算是东边，那么香云堂呢那边是西边，那边呢到近端的时候还是有坡度，所以就要建那个厕所跟呢东边这边能够均衡呢，所以我就那时候就负责在那边呢挖土挑土，尤其到了二楼学生的宿舍学生宿舍呢缺的地更多，所以在那边呢挖土挑土挖了很久，那么就是早期这样子新建东方佛教学院。那我们第一年呢有20几个学生，那时候有5、6位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学生，包括一休法师这个王
王玉凤啊、林雅凤啊，还有几位啊、哦。但是，1968年10月7号，我们就进入教室了，开始上课了。那时候呢，课程开了很多，啊，我们有十几个课程，包括《资本重新录》了，啊，还有中国文学中文呢。还有慧信法师教的天台式教育啊，师父也会们上课啊。那么也有一位教美术的，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慧明堂那个后面的阳台上做一些劳作。那个劳作呢，这个美术老师教我们用铁皮啊，整卷的铁皮啊，弯成某种形状，然后呢，把这个水泥灌上去，等到干了就变成一个形状了。哎，当时呢，可以说台湾的经济还是相当差的时候，所以工人呢。一天的工资，那个时候是，台币啊，20块钱，啊，一天的工资。我们呢，经费也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有了这个美术老师教这种方式呢，那宝藏堂，啊，宝藏堂呢，这两边的墙壁啊，我想这样子平平的。没有什么样子的，好像美感，所以我自己呢，就用这种呢整圈的铁皮呀、啊，先呢，先把它，我这折成啊一个释迦牟尼佛的一个轮廓啊，然后呢，就把它呢水泥呀 啊就贴上去，贴上去。也许那时候呢是在地面上的，地面上呢这个形状比较好做，贴上去，可能是，每一个区块呢有一个洞，有一个洞，然后按上去的时候再用钢钉，钢钉钉上去，那上面呢，就是在顶上呢，做了一个菩提树。有几根呢？那菩提树叶就是用铁皮这样弯成呢，好像桃子的这个心的样子啊。好，在地面上呢，水泥浆呢，水泥打一打，然后呢也弄一个洞，等它干了以后，就贴上去某个位置，钢钉呢就钉上去，就是这样子。还有做一个牧羊女，就呈现供养那样子的跪着的供养的一个姿势。我们就说呢，没钱就做没钱的工作嘛，所以关照堂这个墙壁两边呢，这个牧羊女供养佛陀的这个图案呢、啊。没有想到，竟然呢，这50几年了，还能够保存在那边，这也是我想象不到的。尤其这个图案呢，前几年慧释法师把这个东禅楼楼上呢重新整修的时候，这个。布幕后面的背景呢，也竟然模仿关照堂啊，这个宝藏堂的那两幅牧羊女供养佛的这个图案，实在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啊。总之，当时
经费不多，就做这种不需要花钱的，自己动手来做。那么这样子，因为学院做好了，要到潮汕会馆那边还没做，但是呢，要还要过去就不方便，所以就在那边呢，做了一个这个宝桥，这个宝桥，在做的时候啊，当时呢，那个鹰架还没有后来。用这个钢铁的这个鹰架，那么深的这个山谷啊，就是用那个竹子来撑住这个板模，撑住这个板模。那应该是那时候的施工方式啊，板模定好了。底下这些人都是用竹子的铁丝绑起来的，因为在打水泥的时候啊，它总是有一些水往下滴，滴呢，到最后这个竹子的硬架好像有一点点下陷看情形呢是很危险。那个肖先生肖鼎顺看到情况不对，马上大呼一声快跑那这样子呢，大家往两边跑，大部分都是往潮汕那块后面这边方向跑了，瞬间呢就整个哗哗了下去所以就是这个宝桥呢，就这样的失败一次，后来就知道底下呀，那个要多一些板子啊，或者铁皮啊，撑在地下，那第二次呢才搭起来了。这是新建宝桥的时候啊，有发生过塌陷的。这个事件，后来在东山呢在新建大佛新建大佛呢，我就是师父指示我大佛还是在大悲殿之后呢这个学院呢做完了，就在新建的大悲殿。那么大悲殿呢一样，这个后面呢，就是现在的大慈庵了，也是还是有斜坡，所以大悲殿后面呢那边的地还是不够，所以我仍然呢是在那边呢挖土调土，把这个后面呢香灯寮那边呢也足够的土地这是大悲殿的新建的时候那个当时呢也没有说现在的这种水泥车啊，整个可以呢用管子打上去，都是呢用人工的。那人工的呢，在地面上呢把这个水泥搅拌好了。然后用铁丝往那个拉来，那个拉到上面去当时师傅呢，师傅上人也那么这个个子那么的快，那么高大，也爬到屋顶上推着那种呢水泥的车那个是单轮的，就这样推。那时候我看师傅这样子，我就把师傅的这个车子抢过来推。师傅好像觉得我太没礼貌，眼睛瞪着我看了一下。我就到现在五十几年了，还是心里觉得，
亏得食物啊。但是回忆当时工程呢，是艰难，很多事情啊，虽然是萧鼎顺先生承包的，但是该做的，我们呢，学院的学生，老师，包括事务上的，都一起呢，参与这些早期的新建工程工作。这个大别店，落成的时候，可以说是非常的，非常的盛况，在台湾各地的这信徒呢都赶过来，有些呢就整天那时候交通不便嘛，然后北部的，尤其他宜兰的，坐个火车整整一天了，所以曾经那一天呢，这个饭菜也不够，也是小孩子背在身上，饿得哭了。还说呢，那个锅子里面还有一些水，说这是洗锅子的水呢，没有关系啊，要给我们小孩喝了。实在是想到当时呢，那种呢，一方面是人潮汹涌，非常的殊胜，然后一方面呢，就是觉得信徒那么的虔诚。那么这个大悲殿呢，新建的时候啊，就是请了高雄陈明济先生来雕塑中间的观世音菩萨，因为他的太太呢，长相高挑，非常庄严，所以他几乎呢，用他太太的这个身材，做模特儿一样的雕塑的那尊观世音菩萨，那万佛墙呢？也是这样子。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材料啊，这材料是用石膏灌的，那时候是石膏，还没有玻璃纤维的时代，这种石膏比较重啊，那么这样子。在做的时候，店里面呢的那个案桌啊，供桌呢是用水泥先打个基础，还没有这粉刷啊。那么有一次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的硕士何其宇，还有另外一位同学。叫做蒲圣云，蒲圣云是美国人，后来在阳明山的美军广播电台担任的这个广播。那这个何其宇是后来回到德国，他们在湖光山那时候住了一段时间。那个何其宇呀，他喜欢吹铜箫，有时候呢晚上在大悲殿前面呢要吹这个铜箫，他也希望呢这个中国的这个佛经啊能够给他妈妈听，所以大悲殿还没有大庆木鱼，还没有装潢，每一天晚上呢，他就请我去录《般若心经》。录《般若心经》呢，录完了以后啊，他呢就走起来，在大悲殿呢里面四周绕了几圈。我就问他：“你在找什么？”他就静静的一直在找，然后呢就问我：“刚才你有没有听到？”那个大磬的声音啊，康，我说对呀，刚才我送《般若心经》，
确实曾听听说听过有这个声音。哦，原来，这个观世音菩萨啊，护法龙天呐、啊，虽然那个大悲殿、佛殿还没盖完成，但是菩萨呀、啊、护法龙天呢，都已经呢，来在这里啊关心呐、啊，来在这里照顾了，所以就何其你那么孝顺，让他德国的母亲能够听着中国的国经，所以在我送钵的心经中间呢，就从空中响起音乐一样，就好像师父说的，他在潮汕会馆当时是盖这个用这个毛孔一样的，夜间呢就听到天空呢，这个鼓的声音呢、非常的悦耳好听，就等于说天上传来的音乐啦、确实有这些事情。那后来，师父呢就派我去新建的大佛城。大佛城新建的过程呢，我是在那个建筑基地上旁边看着那个怪手，怪手呢就住那个要挖地基，因为等于说要挖深一点，做的大佛的这个基础，地基呢挖的整丈的深，那我眼睛呢就在看着。他的怪手第一手挖土，从那个时候看到这个大佛新建完成。那么大佛呢，这个全身呢是用模型做成的模型板然后一片一片的绑钢筋。打水泥的拆掉，一片一片的按照这个身体的形状，这样子。而整个脖子到头呢，这个部分呢比较重要，所以那时候是翁松山呐、翁松山呢，他在灵山圣境后面那个地方呢，在那边雕塑。这个雕塑，这个大佛接引大佛它整个头部连线，也是很有本事因为像那么高的佛像呢，一般都要注意到比例。这个比例呢，就是你如果说10公尺以上，那头部。肩部跟身体比例上就要大一点点那如果说呢在20米高30米高，那你这比例呢跟肩膀的比例就要在特别。所以当时呢到最后这个接引大佛的头部安上去的时候，看起来就是很顺眼，很配合，很庄严，我就觉得这个是翁松山真是有本事那么这个大佛呢，就完成。因为我们一路来，所有的东方佛教学院的教室建筑呢。所有油漆通通呢是红牌，高雄红牌这个他们的供应的。我常常呢就开着货车这个老板娘张王远远往确认呢，
欧瞻网雀，总之呢，他就叫我去直接开到工厂啊去摘就对了。那么为了打火，他的涂的金色漆，所以红牌他们呢啊特别去请了日本的技术啊专门人才来搭配这个油漆，尤其是金漆啊，金漆里面的有一种什么化学元素啊啊放在里面，这样子才可以维持啊阳光晒雨淋啊风吹的不褪色。结果真的是很不错，那个大佛呢，那个是金漆呢，就很久很久都还能够维持，这是很好，这个非常好的现象。那么大佛城这个规划呀，它的前面啊中间的庭院呢，也做了两圈的这个接引佛，阿弥陀佛啊，然后呢四周围啊整个圆圈也都是灌了这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呢那个莲座啊龟莲座都是水泥打的啊，阿弥陀佛身像也都是水泥打的。那么这样子呢，这个水泥灌的很困难的，就是说这个接引这个手呢不能够一体成型，所以就在这个手里面呢也有留个空洞，那个手就用地面灌好，灌好呢还有铁丝再按进去，再把一个水泥浆里灌进去，这样子衔接起来。那时候一个姓林的就专门负责这样的一个工作，每天就在那里做。那时候已经呢有不少的信徒和游客啊来了，就东山这个大佛啊，那么上去呢，他们呢，就喜欢照相，而照相呢，他就偏偏呢要拉着这个佛的手，那佛的手呢，有时候还没完全干透，拉着照相呢，就跟着拉脱手一样，在脱臼，掉到地上，那个就工作的那个。这个粗鲁啊，所以在佛光山的开山过程，我看了不少的因果了。那个人后来就是骑脚踏车呢，发生车祸死掉了。这个大佛这样的新建以后呢，就底下啊，就是在那个。纪念碑亭啊，那边呢，下面似乎一路来是非常会利用地形啊。那因为大佛城呢地不够，所以就是用很大的柱子，在那个纪念碑那边呢，灌了好几根大柱子，上面呢就这样子。变成呢有足够的这个广场那个空间，那其实那个大概真实有地的是差不多三分之二，那三分之一呢底下是空空的，那所以师父就指示说把那边做一个地藏殿，好，那地藏殿呢就雕塑啊地藏菩萨。那一样的跟上面的大佛呢大佛城
四周围通通是呢阿弥陀佛，480尊啊。那既然是这样子，等于说楼上楼下，那金刚殿在楼下也一样的。这个做这么多呢，为什么呢？其实你那个时候的经济状况呢，就是为了筹款呢、啊，为了筹款啊，所以呢，这一尊的功德款呢，就是50000块。那个时候50000块的台币是很大的钱的呢，所以就回到大悲殿来说，万佛墙，那个墙壁的每一尊观世音菩萨，那时候是收500块功德款，所以呢，师父就说呢，这个大悲殿是观世音菩萨自己建的，那万佛墙呢，一尊一尊的就这样子，还说呢是印云国师建的，因为那时候师父的著作印云国师很畅销嘛，也就是稿费嘛，师父很谦虚的啊，就是说这个是观音菩萨自己建的啊，那大佛城周边480尊，每一尊要50000块功德款来新建这个大佛工程款项。那么这样的楼下这一部分的地藏殿，同样的也是想多做一些地藏菩萨，所以那个地藏菩萨的法相还算蛮是庄严的啊。那么那个西藏是山下呢，姓洛，在西浦那边姓洛的这个就小铁工厂，帮我们做白铁的啊，就一根一根的这个西藏，做的还算不错啊。那么这样子，地藏殿完成。后来呢，我说师父是全世界啊最会利用地形啊新建建筑物的。我们大家看呢，从这个菊花园要到了这个麻竹园那个地方，我们从下面走上来，右边的那个墙壁多高啊，这样子斜坡啊，到太子龙田，这个斜坡是多斜，而那个路啊，本来是没有那么宽的，但是后来呢，为了运输种种，越来拓宽，越扩宽，而以那个斜坡度，就可以想象到，它跟灵山圣境啊，那个洼地衔接下去，还有多深。而师父就利用这样的地形，把这个山沟呢就建立起来，然后上面呢打一层，打一层地板，打一层地板以后再加上一层高，就是变成后来的城内馆了啊。那么净土洞窟呢，那时候就是在。还是在山谷，山谷呢，那些泥巴土还是存在的。而当时师父就叫我规划，就是以《阿弥陀经》呢的内容来新建的这个净土洞窟。在以往台湾的各地，有些地方呢是做18殿阎罗网。这个地狱的那些呢，就是说在地狱受苦的那种情况喝止人呢不要作恶，应该多行善，免得死后啊堕入到这个地狱里面受苦。而师父的理念呢，
都是往美好的想，啊，希望极乐世界那么清净庄严，我们应该呢做个净土洞窟，做个极乐世界，啊，依《阿弥陀经》叙述的极乐世界的黄金铺地这样子呢，来把它呈现说，让人家进来，啊，看到，一来就知道啊，整部《阿弥陀经》写些什么，啊，不是净土法门是说些什么；二来就是主要的让人向往，哦，极乐世界是那么清净，那么庄严呐，啊，啊，所以这样子呢，做了这个净土洞窟，里面呢有些墙壁都还是泥巴土的，都没有灌水泥浆，所以为了表现，这个佛法的大慈大悲的精神呢，那一切众生都有佛性，都能够成佛。所以在净土洞窟呢，入口处啊，左右两边，啊，一边呢就是有不同的啊一些动物了，另外一边呢是不同的人种，啊，白人、黄种人、啊、黑人等等，还有各国的这个人士的造型造像，啊，可以说是无缘大师。同理大悲，那另外很多动物的这些呢，啊，就是说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皆能够成佛。那师父的构想，啊，到了佛祖的地方，应该谦虚一点，啊，所以就做了一个啊小小的门，啊，必须呢要弯着身才能够走进去。进入洞窟了，那么这样子呢，我根本上面的墙壁啊，就写了整篇的《阿弥陀经》，啊，叫《阿弥陀经》。那么进入到里面，我们想呢，其实即孤独眼，须达长者呢，就是用黄金铺地，啊，这七祖太子的原理呢。购买下来，新建的这个七人建设，所以就特别去选择那种金黄色的瓷砖，啊，这个地面就是铺这个黄金色的这个瓷砖，表达这黄金铺地。那么《阿弥陀经》呢，前面啊有这个。大弟子，在众生智士长老舍利弗、摩诃目犍连、摩诃迦摄啊，等于，就是这些，所以呢，左右两边就这些大弟子，然后后面才这个四大菩萨啊，然后最近端的才是释迦牟尼佛，在那里开示《阿弥陀经》。那这样子呢？到从东边这里到了西边那边呢，啊，要怎么办呢？所以当时就用怪手呢挖了弯弯曲曲的通道，啊，从东边通到西边，从东边通到西边呢，弯弯曲曲的做了什么呢？做了九品莲花，啊。就往生土，所以那个时候，这个下品下生、下品中生、下品上生、中品下生、中品中生、中品上生、上品下生、上品中生、上品上生，这些浮雕墙壁的浮雕，我记得还是都是翁松山的这个手笔。啊，他雕塑的佛像，实在是一个佛教雕塑佛像的一个奇才。
为了他的徒弟们都没有他的本事了，那么这样子呢，到了上品上身，在过去到了西边，整个就要呈现的极乐世界的庄严情形了，因为九品的往生经过这个九品洞以后，就叫花开见果悟无生嘛，所以在那边呢，就是整个极乐世界，共命之鸟啊，这个诸大菩萨啊、大弟子啊等等啊，那当时十五家派，每尊罗汉、每尊菩萨，还有九品，这个莲花上身啊，都要说明，都要一个说明。而且师父呢交代，这个说明呢，每一个说明不得超过100个字，所以我就用心的去查一些资料，作为十六大弟子的这些介绍，四大菩萨的介绍，特别是九品莲花往生的那些呢。每一篇说明真的是没有超过100个字，在心里也觉得很满意啊。因为工程的进度也受到经费的影响，曾经有一次我们付不起钱工钱，所以一个新宁姓刘的承包商带着十几个工人，牵着这个两只狼犬，到了香云塔，围着我。今天你再不付钱，我们就把你的手砍掉。哎呀，我没辙了，我没办法呀。我每次跟杨慈曼师姑要钱，他就说才做多少就要钱，没钱了，高跟鞋搞得搞得回到高雄去了。因为呢，没有按照这个时间人家完成几尊，确实呢，我也觉得是不该付的。因为这个姓刘的，这个承包商呢，他是什么？这个阿罗汉，我说呀，1250人呢，有些是整尊立体的。有些人是那个墙壁啊，要浮雕的，呈现到1250尊这样子，要呈现这样子，而他呢就做了7、8个这个模型，就一直灌一直灌，水泥就一直灌一直灌，然后按在这里按在那里，然后头呢，就是头用一点点不同的形状，按不同的方向，就这样算数，所以呢。所以要替他申请工程款，我也是很不服气。但是呢，这个承包商呢，他们拿不到工钱，花不到工资，也是很霸道的，就这样把我围在了香云塔。哎呀，我一个人怎么对付这些粗鲁的工人和承包商呢？他们讲。那个时候我真的回忆起来是观世音菩萨救我的。观世音菩萨不知道怎么救我了，因为他们围着我讲，后来呢我就不知不省人事一样，也不晓得自己是睡着还是怎么样子。总之后来回忆那件事情，总是想不出那个承包商跟十几个工人是什么时候离开的，我是怎么样离开香云塔的，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就想到肯定是观世音菩萨不讲世界是什么把他们赶走，那我也不
不知道实际的情况，我是怎么样走离开香港的，到现在我都想不到那个时候的状况。我一生呢，受到观世音菩萨救命的啦，或是消除一些灾难的啦，真的有好几次，总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啊。那后半段呢，这个净土洞窟的后半段，因为还没有完成，但是已经快过年了啊，就请那个新宁的啊、哦，还有一家的，将军论还是哪里的，做那个花灯啊，做花灯，要在里面搭音架，然后做花灯，有一些的电动的，啊，就是电动的，啊，就像好像后半段当时呢，啊，这个一个沙弥啊，穿着黑长衫。人来了，他有这个，假如说电动门啊，门就开，啊，出来欢迎欢迎，关，类似这种呢，啊，这个花灯一样。那情报山呢，拿了钱，啊，拿了钱呢，但不能如期完成，所以农历过年还是没有办法呈现出后半段。但是只有走到九品洞又回头了，就要回头。听说呢，那个农历大年初二，这个承包商的儿子在北港呢，不晓得跟人家吵架，被人打死了。所以这也是呢，我在武功山早期的造物工程后来发现这个因果啊，那实在是很恐怖的。尤其在这个佛祖的地方，绝对不能暴怒，绝对不能生气，绝对不能够呢，这个不实在，拿多少钱，你就多要做多少工作，你。承担什么时间完成，你要怎么样子拼命，你要来完成这个啊，因果还有很多呢。那后来这大部分大概到1980年80左右啊，这个大佛城呢就师父只是说把四周呢用墙壁围起来，还有一个动线，那里面呢可以做造一些佛像啊，就造一个景观，就这样子，不只是说呢到大佛广场这样子瞻仰瞻仰拜拜，他的基座那边呢围起来以后，还可以呢做一些造景。我是听一些佛像，可以再继续招募功德。那时候，就是赖正元跟赖祥先，他们两兄弟呢承包这个工作。当时呢，在这个之前呢，师父也曾经还在学院的那个地方。在学院，我那时候是从香云堂然后搬到大悲殿后面住在那边。那么有一次听师父说我们的这个做一个陈列馆要布置什么师父也有这个佛陀的舍利，也有从印度带回来的一些金刚砂砖块舍利等等还有师父一路来的送他的一些文物等等，他都保存着，然后要怎么样子他的动线怎么走怎么走这样子。
那时候呢，这师父讲了以后，我就是很认真的。那一天吃过晚饭以后，就在规划，用心的思考，啊，那动线，要做些什么，还有设立殿，然后就想到，进入洞窟，啊，可以从东边，有地下道，这九品洞到西边那边。那么陈列馆，你这边做完了，那那边怎么办？所以呢，也一样的，从陈列馆那边呢，啊，这个挖一个洞啊，挖到西边呢、啊，啊，挖到西边，那上面呢就是大水泥了。所以大家看到朝山六馆，啊，往灵山圣境看。那么阶梯一梯一梯，到了第三阶的时候，那边的水泥地啊特别宽广，啊，那个就是说当时啊，我规划的时候呢，要怎么样子从东边呢一直走到西边，啊，从西边作为出口处，啊，出口出来就是灵山圣境这里，就是这样的规划，啊。所以那一次呢，师父当天讲解交代，我心想，这样子的陈列馆以后，如果我们办佛教大学，一个科系，啊，佛教艺术系、美术系等等，应该呢就可以作为教学用地。就在那边研究啊，一些挂轴、一些佛像啊、一些佛教的文物等等啊、哦，所以这样子呢，就思考了，这写好的整个计划书，到了大概两点三点才完成。天亮的时候呢，很欢喜的就把这个。整个陈列馆的动线规划啊，目标啊，现在就跟师父呈报，那么以后就照这样的，请这设计师来实际的规划这个动线啊，就这样子，这陈列馆这样子完整起来，也是增加了啊，湖光山呢。人越来越多要来参观，啊，更有了一个地方，好、哦。我觉得湖光山经过这样子1967年，啊，1967年5月16号动土以后。经过了8年，这个湖光山呢，在台湾的佛教界已经呢有了很大的影响力。像大东殿那个万佛墙，台中的圣印法师啊，他就学习啊，也在台中，应该是慈云寺吧，就已经做了。也是做的这个万佛墙，所以不少的寺庙也就来参观大悲殿以后，回去就都是模仿，哦，这样子墙壁呢，就是一格一格的做的佛像。当然，师父呢也知道，在中国，云门石窟啊、龙冈石窟啊等等这些。也都是有这样子格子里面呢，有些佛像的，有这些尝试啊，这些基本的知识，所以几千年大悲殿的时候，就利用这万佛墙来筹款，来把它修建完成。经过了8年以后吧，湖光山啊，在台湾的佛教界。已经是具有这样的影响力。那么，为了
但大家呢知道，胡光山的宗旨，胡光山的未来，所以就编了《胡光山的问答录》，提出一般感觉到信徒要问的问题，我们要怎么回答？又编了这个。另外呢，为了回顾开山八年以来是整个过程怎么样子，而未来要怎么再继续发展下去，所以编了一本呢这个书啊，就胡光山这开山的八年的一个纪念册一样。我也奉师母的指示写了一篇呢，就回顾以前瞻，回顾以前瞻呢，写的文字还蛮多的，好像有几页啊，这个是都是呢菩萨指示的，菩萨呢这个好像呢握着笔在写出来，也许想象不到。当时的怎么能够写这个东西呢？师父看的还算是满意的，所以那本小册子你现在大概找不到，那本呢开山八年的那本册子纪念册。那么这样子呢？后来盖了这个潮山会馆，哎呀，潮山会馆呢，盖完成以后啊，就在佛教界呢，又赞美的，也有批评的。哎呀，胡光山呢，盖了那个什么潮山会馆呢，套房设备呀，出家人呢住的那么的豪华，但是呢，我们。师父的意思呢，就觉得要给人方便，不能够永远保持传统的，那个房间里头，装了这个尿壶这些东西呀，那因为呢，师父提倡人间佛教，所以呢，来到湖光山里。就是住在这样的一个套房里面，为了使有些大户啊比较好接待的，还在靠近学院那一头宝桥那边，还隔了一个套房，特大的。我们如果说旅馆来说，就是总统套房了，这个潮汕旅馆呢，楼下。那边有一个龙厅，有一个凤厅，那么还有吃饭的地方。在楼上就是给信徒来住宿，游客来住宿，这是套房的。所以在佛教在那个时候还是蛮保守的。也看到胡光山清云大师建的这个潮汕旅馆，每一间都是套房。就是有一些批评嘛，但是呢，时代在改变，人出外旅行住的这个旅馆总是套房设备嘛，总不能老是呢这个一栋房子住了几个人共同用一个厕。一个区域的厕所，一个区域的一个浴室，应该每一个房间只要有套房设备，这个就是潮汕会馆现建。有人呢，就是我们的长老师兄们，也会觉得奇怪的，师父啊就不先建大雄宝殿，
新建这个潮汕会馆，师父的理念就是说，你要知道，一个寺庙的精神所在地就是大雄宝殿。如果大雄宝殿一旦做完成了，后面你要建些什么，你要筹款很困难呐、啊。所以在千辛万苦、经费很困难之下，先把潮汕会馆建起来。那么这样子呢，有一些呢比较大户吧，来到在湖光山住在潮汕会馆呢，就觉得很满意，就能够呢多添点油香。这建造潮汕会馆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呢，湖光山在高雄县，当时高雄县大树乡是偏远的地区。那么师父呢也一直讲过，为什么他不在北部，而在南部？在南部，尤其呢，买到这个马珠岩大树乡的这个偏远地区呢，就是因为在北部常常要应酬。如果呢，你不参加去吃个饭局，不参加他们的什么，就觉得你打牌，如果说去参与应付，那么就没时间写文章，没时间呢看书，没时间呢弘法，所以以退为进啊，以退为进，所以呢才找到高雄大树乡这样的偏远地区，那偏远地区呢，这个信徒游客来真的是不方便了、吃饭也没得地方吃了，所以当时呢就潮汕会馆。就供应游客信徒吃饭，也没有什么定的价钱，就是随喜添油香，就是这样子，所以是给人方便，给人欢喜，原本呢，在潮汕会馆就是这样子，有时候呢，周末或是假日，师父也曾经在那里面呢，炒面呢，打锅面呢，师父呢还有教。那些呢，徒众们怎么样炒翡翠炒饭？这翡翠炒饭是怎么炒的？然后，这炒面呢等等，这些是师父亲自传授的。那么这样子建好以后，才开始呢，这个动工呢，新建呢，新建的大雄宝殿。我记得。大雄宝殿呢，在兴建期间呢，基隆八堵海卫寺的道元长老那时候还健在，来过以后呢，他也觉得星云大师的慈心悲愿很了不起，所以在大雄宝殿的工地在那边呢诵持大悲神咒啊，那个咒。有的这个在那边的洒净，加持，这是道元长老在早期的在台湾，讲经说法比较有名气的道元长老是其中之一，也就是我们湖光山的，有两部游览车，差不多58位左右，在1969年去基隆八堵海卫寺受戒，道元长老就是我们的德济和善，那么好，大雄宝殿呢，在兴建过程，这个我就一样的负责在工地，在负责工地呢，有些东西完全呢，因为没有。学过美术，没有学过艺术，更没有学过呢，这个建筑，所以就听师父怎么样子，交代啊，就是照做就是了，一步一步做。那么呢，那个三宝佛像也还是陈明启先生的雕塑的。那这样子万佛墙呢，万佛墙有小中大，
这样子呢，这个就等于说比较不会全部像大便灯这样整个这样子，比较有一点的艺术感啊。那个时候应该已经有了玻璃纤维的时候了，不像大便灯那时候还是用石膏灌的，哦。那么这样子呢，因为要赶工，在1977年，又已经呢，宣布传授三潭大建，要落成启用，所以很多地方就尽量赶，尽量赶。那么，我觉得，有时候呢，就是被逼的，被逼的这种呢。像那个将近整万尊的墙壁的佛像，那些佛龛呢，我就跑到高雄去呢做木材的，用那个电锯电锯穿线的这样子那个佛龛有这个图案花纹，这样子一叠，这一个头呢进那整个卡车回来。卡车回来呢，一件木板这三合板这样子呢，要钉上去，还要喷漆呀、喷漆呢，那时候呢，就是用这个很大的，就是大脸盆呐、大脸盆，有时候。就整个整罐的红色的油漆呢，就倒下去，搅拌了一些呢香蕉油，然后这整片整片的佛龛，这个佛龛的佛门，就全部呢就丢下去呢，然后再把这个油漆滴滴滴滴滴，以后再在广场。钉了这个铁丝，这个线呢，然后挂在那边上面，就让它风干以后，当时，整个大雄宝殿广场啊，那一种荔枝树啊，还是小小的，那么师傅的意见就是，这些荔枝树啊，通通呢要。把它砍掉，这样子大雄宝殿的广场才能够宽广庄严。这个慈慧法师就认为，这应该保留，这跟师父有所争执。后来师父还是决定把它拆除，才能够这样子。我们这近几年来呢，水陆法会办人口的时候。成5000人、6000人才能够容纳下去，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子，刻的佛龛，这个红油漆以后啊，就风干了，然后就用那个压缩机啊 ，compressor。那么就咣，然后用金色的油漆装进去，然后呢这样子整片的，咻，就又快速赶工嘛，就这样子，然后呢就是一个一个坑位，就用那个小金色的小铁钉，嘎嘎，就这样赶下来的，那么。所以当时呢，三宝我后面还有几个疗法，这个三宝我的背后，因为当时呢，大雄宝殿后面的土地还是这个陈住城的土地，几世刁难都没有办法买下来。所以我们的大雄宝殿长度是够，
深度是不够。原因呢，就是那个前筑城，山下前筑城，名字叫筑城，也不帮助，也不成就，这永远呢铭记在心呢、啊。前筑城不帮助，又不成就，所以呢，很遗憾到现在，湖光山大雄宝殿呢，长度够，深度不够，啊。虽然如此呢，里面三宝国啊，这个雄伟庄严，也是很够气派的了，西门座，那时候1977年，我哪里知道什么叫西门座？只是想想，它前面应该呢有这个降魔的护法金刚，这个降魔杵。然后呢，就有一些水啊，有些龙，有一些这个佛像，这个万字啊，这样一层一层的，就请了姓曾的，他们同户调的三个兄弟来做，做了呢，三朵这个莲花呢，这大小不一样，位置也不同。还有偷工减料，我说的底下呢，这个降魔杵，将要做个形状成降魔杵，结果他们偷工减料，又要敲打那个敲打，所以竟然呢，那个降魔杵呢做起来，一粒像台湾的大冬瓜，冬瓜很大的，看起来就像冬瓜，哪里像个降魔杵啊？哎，我也气不过了。叫他怎么改？那个三座的有些位置不一样，一定要他们改。后来呢，他们怎么样子？就是装蒜的。听说为了他们的工厂火灾，这也是早期湖光山呢，我照顾工程呢，又是一个因果报应。在三宝国地啊，不能够随便的欺骗的 这些功德款都十万人来的，你要的不能够呢和这个条件的话呢，那你应该这个接受因果报应。比较严重的是后来我想到的，就是当时呢工程款也很困难。那个承包水电的那几个人，因为工程款呢，这个电线啊、管路啊，付不起，所以他们曾经呢，把已经呢运到我们大殿的这个整圈的那个电线就偷偷的就载走。哎呀，我呢就开着这个小车子呢，追到屏东大桥的专子窑那边呢，把他追赶到了，也硬是把他们把他抢回来。后来呢，又没有付款，竟然呢。把那个大殿的这个电线呢、给我切断了，我呢气得没办法，所以呢我就把那个老板这个名字写在呢我的房间，写在房间呢，每天晚上就吃大悲咒。就护法金刚门啊，一定要把它修理啊。我们这个因为呢经费困难，你也不能够这样子把这个大殿的电线呢切断，我整个墙壁的这个光明灯啊就没有办法再试探。当时呢有一个师兄是水电的，他要控制器。
要亮一点，要暗一点。结果呢，最主要的大电线呢被它切断了，所以呢，我就呢这个磁大悲咒祈求菩萨金刚呢，来修理。啊，这个事情呢是经过几年以后啊，我才越想越怕。为什么呢？因为他真正老板曾经到菲律宾去。去菲律宾呢，就好长一段时间才有联系上。那我说：“哎，你去，你这几年都不见。”哎呀，他去年这个菲律宾呢、啊，曾经发生车祸啊，整个头个皮呀、啊，全部扒光了，住在医院呢，住了好久啊，差一点死掉啊。我在回忆，心里想，他车祸那时间大概也就是我持大悲咒诅咒他们的那段时间，哎，是不是？回忆起来好像就护法金刚是把他处罚的意思哦，所以越想越恐怖。后来呢，再怎么样工程困难，再怎么样跟那承包商的工人呢有什么纠纷什么的，都不敢再持咒呢，诅咒这些人了，要不然呢，就吓死人了。真的，这佛祖菩萨是慈悲的，护法金刚是怒目的，不管你呢，修理你啊。所以，这大雄宝殿呢，有一些事情回忆起来也恐怖，回忆起来有时候也蛮觉得。被逼到有这些呢门窍啊，大雄宝殿那个横梁，一般中国传统的建筑物啊，殿堂呢总是雕龙画栋，那么佛教界的呢就彩绘啊，彩绘一般都是龙凤呈祥，有龙有凤啊，但是我想。大雄宝殿应该以释迦牟尼佛说法为主嘛，所以就请梁伯柱，梁伯柱呢他是彩绘的，就用立粉呢，先呢这个立粉的线条，然后再着色。我说哎，你帮我呢这个横梁呢画图案，要画释迦牟尼佛。为五比丘开示的这个佛法啊，那么这样子多一遍，所以呢，就他画了一遍以后啊，看看还可以。为了节省时间，所以呢，就从这一面翻过来，这一面也是用针呢，这个都剁剁剁剁剁，然后拆开来就挂在这个横梁上面，就开始呢着。就画线条了，着色了，哎呀，这个也觉得蛮满意的，但是后来想想，实在是太糟糕了。为什么呢？因为佛陀为五比丘说法，比丘呢都是偏袒右肩，那你这边偏袒右肩，这边可以啊，你同样的翻过来的时候。一样的扎了针，再翻回来，这边就偏袒左肩了，哎呀，就很好笑。但是这个秘密也不敢说，除非特别的师兄弟的情况才说出我们大雄宝殿所有的横梁，那是释迦牟尼说法图，一边是比丘呢是偏袒右肩，一边是偏袒左肩。想起来的也很好笑，就好像呢，当初东方佛教学宝藏堂上面那个墙壁的浮雕，也没有想到五十几年后还保存这样，还蛮多人欣赏啊。从一路来在早期的开山佛光山呢、啊，想想也有很多伤心难过的事情，拿不到钱啊，看到钱。这个杨慈曼师姑还有肖师姑，哎呀，要看他们的脸色，真的没办法。但是呢，就是难过，就是过，也是这样子咯。
就是这样子，到了大雄宝殿完成了以后，这个工程就换别人来照顾了。我大概到这个阶段，后来再盖了这个林基柔以后，我才回到山上啊，再重新照顾林基柔的建成。要中间一段，有些是出国，有些是怎么样子，所以就我觉得早期的这些建筑啊，尤其是最难关的，就是说呢，1977年我们要传授三门大器，那就这些建筑物呢，政府已经规定，你这个什么自然森林保护区呢，照以前是不需要建筑执照的，但是后来政府规定，园林的这个保护区还是你建面还是要这个建筑执照，哎呀，又得拿建筑执照，不得已我请了美浓的这个姓刘的他们的建国设计图案的，把所有的这个头三门的湖光诊所的菊花园的这古乐斋的净土洞窟的，还有这个大悲殿的，这个丛林学院的，还有南州学部的，这些呢，全部画图，烧了多少蓝图啊！这样子一大叠一大叠，然后跟县政府的建设课，还有跟县政府的文献课、宗教课及等等。申请这些呢，使用这建筑执照、使用执照，花了好长时间。结果那时候呢，终于县政府批准，然后呢，花了17个门牌，包括警卫室的，湖光诊所，那时候后来拆掉了，拆掉的是现在的万圣池旁边那棵树，有龙。有一头狮子那边的，那个地方呢，原本是湖光诊所的。湖光诊所就是早期的，学长还有一休法师他们在编《普门杂志》编什么的，就在那边。这些通通有这个房子门牌号的，那还好，就是有这样子，有这个门牌号，所以前几年。这个净土洞窟陈列馆要重新申请，才能够得到批准。几十年前的事情，还能够呢，到前几年，这个重建净土洞窟跟陈列馆，才能够得到呢，建筑执照。回想当时，实在是，艰难困苦，但是呢，也是。蛮得意的啦，这次跟大家讲呢，拉拉杂杂的，有时候呢历史前后年度呢也不太相配，不过总之呢，早期的湖光山，跟现在大家所看的湖光山，是差太多太多了。我就上次跟他，我前面跟大家讲，我觉得连事物上人他也没有想象到。湖光山当时那个谢润德画的那个图，当今现在是这个台湾最大的一个教团，一个道场。我当时就是从开山挖土、挑土、打水泥这些，也没有想象到湖光山今天这么大的道场。就是回想起来。不可思议啊！诸佛菩萨加持，人间佛教的推动啊，有师父的慈心悲愿啊，就是构成今天的这样子一个大的格局。今天跟大家讲这个早期的湖光山啊，是我觉得值得回忆啊！谢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天天健康，心情天天愉快。谢谢，谢谢。非常感谢丁和尚带领我们穿越时空，回归到早期的佛光山。相信大家听完丁和尚的讲解后，一定都想立马回到总本山的怀抱，尤其是再看一看宝藏堂墙上牧羊女供养佛陀的浮雕。再一次感谢丁和尚。接下来六月份即将会有两场北美云来集讲坛，分别是6月26日由 Dr. Louis Lancaster, UC Berkeley and University of the West Emeritus Professor 以英文主讲 Wisdom and Ability, 以及6月27日由远见天下杂志群创办人高希君教授以中文主讲的星云大师的光辉。欢迎大家准时收看。最后祝福大家花开四季，耕耘心田。